好，那今天就两组嘛，那我看一下，谁啊？夜校这一组先 ，OK 吗？夜校这一组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逃回房间，这组第二。好，那今天就两组报告完之后，你们就报告完之后，你们想先回去吗？还是你们想要看一些实况的影片？好，直接回去吧，因为天气蛮冷的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就今天就两组报告，然后我们就欢迎第一组来上台报告。
哎，那我到处看看吧。寻找伙伴。哎，你是个箭头啦。哦，我看过来。哦，大家找到机会好了。哎，太棒了。哎，不能按回去。来，按住。我想按，我又想按住那个最右边的可爱女，就是我按个箭头，真够帅。哦，因为大家机会好了。我不能按其他的。因为我一来就是造型了吧？那个 cat。希望今后也能跟他们一直好好相处下去。有那么多可爱女生，当然啦。一个幸福的声音走过来，啊，太好太好！你看我这有那么多可爱的女孩子，是哦，我这女孩子，这大部分人都不怀好意。各位学弟妹，我是你们的小队服，叫陈若仁，双翼人，翼人好怂怂哦。我看应该叫好人才对，我看人家被打伤过。你们随便什么名字叫称呼叫称呼叫我吧。对了，如果是学妹的话，请在我名字后面多加个学长，看大家都喜欢在大学长前辈。或者是那么学弟妹们就换你们的自我介绍。啊，学妹介好，那么我们看下去。然后这个叫看起来就是学术派的，你看读书派，瞪了一眼陈若仁，那么就由我开始。各位同学，我是毛家辉，你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？就叫我家辉吧，请多指教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冰飞。我知道帮你这应该很难。好，学妹，说好三围呢？三围下来，叫。学长，那是性骚扰。好，我知道是性骚扰。好，这是我也想知道，这是性骚扰。他白人影陈若仁，轻轻喉咙。对啊，是女生的声音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有九十几，所以你知道很累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慧晨哦，我会晨晨吗？晨，对，晨哦，啊，我们问一下石梦，各位观众，那个是怎么念晨哦？晨哦，大家好，好好好。哎，大家叫我小慧，请多指教。算了，我不想扮女生了。当然是秘密。这为什么这个游戏这个动作思维都在一直白腿我的车我的车我的？看起来就眼镜哥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吴伟成，看起来就是口型啊，看，吴周浩是吴伟成，请多指教，你太棒了，我应该学成这样啊，三伟没有，我没有人想做三伟啊，我学弟弟搞笑啊，我想做哪里三伟干的，这个学长都行，太棒了，对不起，男主角大家好，我叫我怎么是这个名字啊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男主角，性男主角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叫我大主角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怎么每个人都很个性？我小队没问题吗？我小队有问题。忘了跟你们交代，我这组还有另外一个女队伍，我应该要出了点事，忘记了。看这个结果，我们就知道那女队伍已经出事了。这段时间我好好相处吧。这个学长很贱，陈若仁只是大大的笑容之后，对女孩抛媚眼。看第一章结束，第一章才是要开始啊，刚是序章哦。好，夜校，大家对夜校应该都蛮熟悉，大家玩过吗？大家都玩过吗？好，那就开始。我搞不懂，师大有夜校吗？有啊，师大。那个旁边习惯我，刚开始我跟你说师大有夜校，师大有啊，师大的活动应该都有夜校，通常啊。夜校怎么安排一下？看看不同形式吧，反正夜校的主题就是在夜晚的探索活动，所以要不要下来听我？是，我们学校就是有些学生在那边夜校，有时候要不要来我们下？是这样，没错，就是有时候他摆脱不了下，会不会下来？这样排好，这样排好。然后顺带一提啊，本人也是下来之后才去。所以我觉得好像感觉就是很多夜校就是大家都会。对，可能要压气氛，因为如果一路要吸星哦，因为有的时候天色又不是真的很暗，就是在晚上，可是因为可能营地有很多照明，所以也不是很暗，也不会很可怕，所以一开始我会先讲一些鬼故事去压气氛哦，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，那例如说像我们这届的时候，我们是安插了一个暗装在小队员里面，我们搭档一个学长安插，就是从学期初就当小大，就扮演小大爷。安插在小大衣里面，然后到了迎新宿营那时候，他夜校的时候突然消失不见。
然后就是故意会就是对你说对方说那个谁谁不见了，然后说说哦那个故意让小队员听到，对，就是故意要压气氛。对，他很大，然后膀子大。对，从学习出撞到行星组。好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没上课，他没上课，就是在。你们就没有就那个新生介绍会的时候，新生介绍会的时候就有出现，然后已经助理有出现，助理有出现。我没有玩，其实换手不知道跟谁当人。然后那个顺带本人这参与了三次的那个营队的下人夜教的工作，系上是有好评的，真的。是负责策划还是？没有，我是下人，我是没有，策划都不是我，但是我是负责下人，但是我下人方式。我要知道一句话了，我们继续这个实况下去。来，一般就是人之后，我们小队总算是做出了网站。说实话，遇到实在不好也不太快。是什么网站？然后好奇。是宝去了。是宝，大概不错。我们不是实力最坚强的第四小队四小。告诉我是四小。怎么那么强？四小。啊，陈若仁把他们塑胶碗的咖喱盆呢吞下。吃咖喱哦！如果你们下一次记得再带一个 B 学员过来，我觉得那个就你会破坏。OK 好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其实矿主都是这个感觉，没有啦。我知道是这个感觉。不然你们现在就会看 YouTube 了吧？啊，就不用。下次再。OK 好，那就是我们就换了一点。这个感觉是这种，那个林慧晨嘛，对，我刚没讲错。鸡蛋从蚂蚁帮上还好吃哦，我觉得比较还蛮不错的，我喜欢。好，这样，四宝也该上路了，接下来大家就期待夜校呢，这夜校，来，这什么是夜校啊？应该是对，小三应该都不常说是夜校，来，夜里就是晚上玩大地游戏。我玩夜校都是这样，OK， 晚上玩大地游戏，好，然后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。我高中参加过一队，我记得夜校是因为他活动人员也是鬼故事，跑大集结里面活动嘛。对，他说有些活动是这样。鬼故事会很可怕吗？会恐怖吗？啊，有学长我陪着你们啦、啊。小贝贝，你太怕了，你不可以给我快报哦。完了。那什么我就无空气是什么？没有无空气，恐怖吗？对啊，有大家在，一点都不会恐怖的啦。有什么秘密机关？放你过来，快放我！我下次就不能是全体。都可以。就是那个气势，我拿那个棒棒的气势可以。好啦，开始啦！如果第一小队跟我来吧。经过一段时间等待，终于到我们队组出夜校了，好兴奋。这个看起来有点帅。五警分，五保，大概五保分什么意思？第三小队回来了，好，第四小队到了吗？印象中是，总招哇，帅帅总招。好，出发前有些事情要先宣布各位：一，夜校途中不要叫同伴的本名，对 ，OK。二，要拍同伴肩膀，我还以为一个是选项，看我下一台。没有。正色。对吧？那让我们告诉你，在这九层里，恐怕听过全吗？人家什么时候两条？两条，那个夜校两条的。基本上两条。对啊，还有那个苏丹，苏丹。啊，不过九层里最好是要去夜校，不错。九层里是在那个新化，新化镇附近，在山上。那个六里夜校。我们系上都是去，我们行星树林都是去那个，那是什么？那个神经谷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上次夜校的时候，那个隔壁班是哪所学校？夜校，就是夜校，他们在。英国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学校的呀。好好，太激动了。100年前，四个住在新化近郊的村子，陈家庄的乡民们，乡民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选票制裁哦，是不是？啊，站在六号没有问题，提高自己成功的概率。
白金哦。哇。这个。